刚刚是不是介绍了一针？我们介绍两个月前必须打的那四针，我们来判断有多少小朋友漏针。我们来看看那个这么多年来，以我的习惯，我想要分年来去画这件事。假设我现在我已经画完，创造出来新生儿第一针是否漏打这一个函数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各年的表现。好，我们就先画简单这一张图了。首先来，请点这个地方，第一个叫报告，最左上角这个第一个图是报告。来，请点加。那其实这个工作表，这个报告名称，快速点两下。我们这是判断第一季漏针，或者是你叫 B 肝第一季漏针。B 肝第一季，首先我个人我是比较喜欢增加一个文字方块，好，所以我就点常用底下的文字方块，然后请把它输入刚刚这个内容，叫 B 肝第一季漏针。如果你要加这个文字方块的框件，请在视觉效果边界打开，你这样就有这个框了。